我愿意不计回忆，在案件没有厘清之前不进入议会。应该同样标准要求黄伟哲也不要进议会啊，同样的傲慢，同样的藐视议会，这不才是民进党一贯的作风吗？议长选举你是督导小组的负责人，那你要好好负责啊，所以才会出现贿选啊，那你这个市长你要怎么自请处分呢？